五月天的阿信呢，这次不拍自己的 MV， 首度为师弟的 MV 来跨刀指导，还请来了日本超红的写真女星苍井空。拜拜，快乐，拜拜。一刀下去，日本写真女星苍井空化身成剑道教练，和台湾的男孩团体 Magic Power 拍 MV。不过，哎，有没有看错？指导的这位不是五月天的阿信吗？我要扫下流，麦不要扫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他真的可以接到，可以啊。这次师兄五月天阿信跨刀当导演，地点就选在市府官邸。阿信不时教来自日本的苍井空走位，还亲自示范。这里女主角苍井空都说很欣赏阿信的成熟男人味。阿信さんが一番良かったのはどうしてですか？まあ男らしかったから。ありがとう。找来日本清纯人气的写真女星苍井空跨刀来台拍 MV， 加上五月天阿信的加持，也让这个团体的 MV 话题十足。中央新闻肖志光、张文书台北采访报道。